那个，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我看到，那个雕像啊，然后看到雕像了啊，不过现在看到雕像，好像不是那么大的雕像啊，在风里吹的是额头上啊，吹了风啊，呼呼呼的，普通的也会遇到那风呼呼呼的声音啊，呼呼呼的，风吹的呼呼呼的声音啊，普通的也会，有那种风呼呼呼的声音啊，也会有风呼呼的声音了。所以啊，风吹到额头上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增长啊，就是告诉我啊，现在你在哪边了啊？你在哪边？但是暂时人家看不见啊，只是暂时的啊，暂时人家看不见啊。这个时候我看到父母了啊，我看到我父母了，好像我父母还有一个任务啊，就是他们来到地球以后啊。要让这些看得见啊，最后一道东西，让他看得见的任务交给我的父母啊。现在已经在宫里，已经在宫里了啊，已经在宫里，立在那边了，立在那边了。但是我们看不见啊，我们只看到一个像大柱子一样的，那个柱子啊，这样啊，后面就近一点啊，这样一个大柱子一样的立在那边啊。这个已经我第三次。接二连三看的第三次就是一个，现在看的就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柱子一样东西啊，然后，就是上面就缩小啊，就这么一个，其他就看不见。但是今天就让我看到一个小雕像，额头上意思，风吹着引起啊，意思表示那个已经立好了，已经立好了，人家看不见啊。人家看不见，对呀、啊，人家也有啊，你那个搞个事情剪彩什么之类的，没剪彩之前。用什么呢？包起来或者挡起来，那看不见啊！百姓现在就是让，暂时让人家看不见啊。到笑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父母过来啊，最后一道东西就让他大家看得见啊，是这个事啊。难怪来地球啊！我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